嘉宾到六十一年，才到来德平乡。啊，德平乡是这个二十五年前哦，啊来参观，来参加这个德平老人会。啊，这一百年这个参加这个老人生日中心，啊，老主教阮教阮人人啊，人人啊，有安尼啊，真好讲。感谢政府，甲阮遮个老人，甲阮带回讲一个所在好活泼，啊，真正感谢政府，啊，感谢阮主管啊，甲阮带进来，甲阮带入去，好做这个工作。讲吼，你安那画这个，你再图安那画起来呢？啊嘛，这画这图啦吼，啊，那是阮老师甲阮带啦吼，甲阮教阮慢慢。该学习啊！啊，若无，伊就阁教阮一个指导，一个指导，安尼未晓个教好会晓。本来是一个空白纸，啊，阁尾啊，阁甲画一个安尼乌乌个安尼，安尼讲有成就。我阿今日就安尼会晓，啊，实在是会晓尔，啊，毋是，毋是讲有勤劳啦，吼，啊，就是欢喜欢喜做，啊，快乐过安尼就好啊。人若要长寿，可能就爱讲安尼，较欢喜来做安尼吼，哎，安尼感谢你。